下我们唱这首歌叫什么？等一下，我看一下。它的名字叫《甜咪咪》。这首歌是这首很经典的民谣 ，OK， 不是民谣，就是很经典邓丽君的一首歌，叫《甜咪咪》，OK。千万不要觉得我是那种色色，只是你们听得不太好，就觉得我色色。这是你们耳朵的听力不好，所以觉得我很色 ，OK。只是这我没有改歌词哦，只是唱的比较。有一点点 sexy 的 feeling， OK， 接下来我们来唱甜咪咪。哎，等一下，我们是不可以在这个房间里面说那种色色的话， OK， 绝对不可以说那种什么高潮这种字，是不可以的。等一下有人打电话给我，等一下。我们不可以说那么色色的话 ，OK？ 我们这次可以开玩笑，但是不可以过火，明白吗？就不要说太过。就不要说太过敏感的字眼 ，OK？ 男朋友打的。没有啊，他听不到，他没有人打给我了。没有听的讲一句好了。你也是 Spider-Man 的粉丝啊？对，我是 Spider-Man 的粉丝。你们绝对不可以哦，不可以在我的房间说那种很敏感的字眼，我们是可以开玩笑，懂吗？到最后我要说这句话之前，我们可以开玩笑，不然我会被公司骂，不然以后你们都没有黄色的笑话听了，就不可以。我是这首歌是在于我的表情，还有我的就是唱歌的方式，我是可以带给大家娱乐，给大家嗨，可以让大家很开心的度过星期六晚上，但是千万不要害我被骂，因为说太敏感的字眼，我是。你们想永远看不到我吗？你们想看不到猫主播吗？是不是？不要这样子做 ，OK？ 不要写太过。OK， 要唱了 ，OK？ 甜蜜蜜，对不对？邓丽君的歌很出名哦。就这一系列事情说明什么？其实我们有事先排练过，只是刚好想到这个 key。等一下会卡，让我缓冲一下。玄溪的猫总听着 ，OK。对对对，总之猫咪说的，我们听就好，别写出来。对了，不可以写太过敏感的字眼，不然我会把你踢出房间，懂吗？我们一起回到70年代。甜蜜蜜，你笑着甜蜜蜜，好像我不要唱了啦，有一点色色，我想说有一点过了心里的那一关。在哪里，在哪里见过你？我不要唱了，真的很，这个是之前改的，我觉得太过敏感，现在想起来那个歌词很敏感。梦在梦里，还卡，来来来，还卡，卡着了。歌声好听，对啊对啊，他现在卡着，他没有缓冲。谢谢送花的朋友们。
OK OK， 下不方便唱，下次我录了我就再给你们看。这是以前自己跟朋友玩玩的时候呢改的歌词，我觉得现在唱，我现在想起那歌词很敏感，因为我一唱那首我是没有预备好的嘛，我是没有事先预习，所以我忘记我是唱的时候就想起那歌词，很敏感，所以就不唱了。现在因为太过。好好好，现在呢你们就可以点一些正常的歌啦。哦吼，我的 Super Number One 哦。 Oh happy day， 懂吗？就是这首歌 Oh happy day。 Oh happy 哪有首歌？ Oh happy day， Oh happy night，张开双眼就有爱，不用耍酷假装迷糊，爱就要大声地说出来，跟你撒娇摇摇头，跟你开心手牵手，不需要什么理由，我们充满爱上就感受爱上的祝福。呀呀呀，你就是我的 Super Number One， 两个人一起制造甜蜜浪漫，靠在你身旁什么什么叫酷毙，感觉爱的力量，你就是我的 Super Number One， 两个人一起每天那么精彩。 Oh baby baby I'm your city baby， 你是我心中永远Super number one，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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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Oh happy day， Oh happy night， 一张开双眼就有爱，不用耍酷假装迷糊，爱就要大声地说出来，跟你撒娇摇摇头，跟你开心手牵手，不需要什么理由，我们充满幸福诱惑，感受爱神的祝福。你就是我什么叫第一次？两个人一起制造甜蜜浪漫，伪面催神的模型，什么都不要害怕，感觉爱的力量，你们都是我的 Super Number One， 要记得，你们一定要支持猫咪呀！ Yeah! 支持猫咪呀、yeah! ！I'm your city baby， 你是我心中永远 Super Number One。OK， 也好好听，这个健身房间很嗨，可以唱《谢谢你爱我的每个人》吗？我叫你播了吗？我叫你播了吗？我还没有叫你播，没有啦，他自己自动播，我也不懂为什么。唱客客什么？唱客官不可以，什么意思？你为什么那么美？我也不懂为什么我那么美啊，好讨厌哦。OK OK， 哎，什么 The Climb The Climb 这首歌很 down 呢，你们不要 emo， 我们就要 high， 猫咪要跟大家一起 high 这样子。 OK， 现在 YouTube 放，一起来跳舞，一起来狂热的过。一开始我们就来一首夜店的歌，以前很红的歌，现在不懂还红不红啊？可是我喜欢听啦，你管我，我爽就好。Turn up the love, OK? 今天我们无醉无归。We are one tonight, and we're breathing in the same air. So turn up the love, turn up the love, turn up the love. Start it up now.舞，我们不要忘记台客舞 ，You know， 台客。
可恶。 get it poppin', hot tamale. Dirty bass, we so bad about it. Too legit, we can't quit the party. Super freaks, no Illuminati. So, one, two, hit the booze. We on you, two, nothing to lose. So let it loose, cause the sheep don't sleep like p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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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p. Drop loose the L-O. Throw in the catmo. So clap your hands, clap, clap your hands. Got nothing but love to give. Turned up, you don't hear me though. We are one tonight, and we're breathing in the same air. So turn out the love, turn out the love. We're turning out the love. What you call a move? Like b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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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p. Shot boots of the L-O. L-O. We gotta get low. So clap your hands, clap, clap your hands. They might have got it, high high, okay? You don't hear me though. Here's a love for your stereo. So clap your hands, clap, clap your hands. Like b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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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p. Turn me out and listen to song. Dirty bass got love to give. Turn it up now. Everybody all night long. Dirty bass got love to give. Yo, let me see that girl from better here. So much loving in the atmosphere. For my rap, okay. Me right here. I got nothing but love to give. We are one tonight, and we're breathing in the same air. 我很讨厌今天没有什么人呢。星期六为什么没有人？159个人而已，为什么？You are so crazy, but I love you. Zach Crook. 哈，你们都喜欢听韩国歌，为什么我嗨不起来呢？好了，我慢慢听。哦，今天其实因为撒了四叶草，什么意思？今天很少人，真的很少人，够力哦。Mr. 好过没有人哈。不呀，哎，你们听的歌都很闷哦。今天四叶草关系吧，或许是这样子哦。哎，当我四叶草没有当主播了，全部不来了。难道我真的那么糟糕吗？都没有人爱猫咪哦。我的妈啊，死了，讲粗话了，不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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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蠢了。I like dog. I'm meow, okay? Ay-ya. 已经是最多人的房间咯，那又怎么样？有些还因四叶草没开播了而删除 MFS 了，真的吗？那么极端哦，好讨厌哦。Ken Maver 今天是什么装扮呢？看不出吗？哈，你看不出吗？这什么装扮？这是警察女警 ，OK？ You know police, police girl, you know？ 哎呀，你不懂的啦，唉。啊 ，The Fox man, you the Fox 啊？这里 The Fox 你们不会闷的咩 ？The Fox， 唉。有你不就啦 We gon' party like 欸，这个是他自己播的，不管不是我播的 OK 머리비워라불을지펴라리리리다다다정답은묻지말고그대로받아들여느낌대로가 Alright 하늘을마주하고두손을더위로一起嗨一起唱 OK 뛰고싶어Wow, fantastic baby. Dance, oh, I wanna be
会唱。
我真的不会笑了，真的，我发誓我不会笑，我发誓我不会，我不会搞笑。素白勾勒出青花，笔锋浓转淡，平生描绘的牡丹，一如你梳妆，冉冉檀香透过窗，侵蚀我了然，宣纸上奏彼此此歌一半，釉色渲染十里图，韵味被私藏，而你嫣然的一笑如含苞待放，你的美一缕飘散，去到我去不了的地方。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岁月袅袅升起，隔江千万里，在平地书寒里放千朝的飘雨，就当我为遇见你伏笔。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月色被打捞起，晕开了结局，如传世的青花似自古自美丽，你眼带笑意。不好听咩？这我没有comment哈，这我没有话，不好听咩哈？你讲啊，你讲，是不是你要不要讲？你讲啊，是不是难听？你讲讲，你讲啊！哇，不爽哎、欸。色白花青的锦鲤，跃然于万地。林木松体落款时，却惦记着你。你隐藏在药效里，千年的秘密，几夕你犹如神话正落地。帘外芭蕉惹骤雨，门环惹铜绿，而我路过那江，哎，唱错了，江江惹了你，在泼墨山水画里，你从陌生深处背影去。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岁月袅袅升起，隔江千万里，在平地书寒里放千朝的飘雨，就当我为遇见你伏笔。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夜色被打捞起，晕开了结局，如传世的青花瓷自顾自美丽，你眼带笑意。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岁月袅袅升起，隔江千万里，在平地书寒里放千朝的飘雨，就当我为遇见你伏笔。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月色被打捞起，晕开了结局，如传世的青花瓷自顾自美丽，你眼带笑意。很好听呗，是不是很好听？你说这么好听，我知道很好听啦，你不用称赞我啊，谢谢电话的朋友们。什么歌名很好听哦？哇，很邓紫猫。OK， 我记得邓紫猫了。对，邓紫猫要嗨了，邓紫猫超级好听。哦，对了，邓紫猫。OK， 好听了。I love you 的猫眼果然是猫，很会放电，软掉。嗯，我是只猫嘛。嗯啊，嗯，好讨厌哦你。正常也是那么好可爱，太好听了。对啊对啊，现在我们来不好听的歌 ，OK？ 其实不会不好听啦，只是多了一点特色，就是很高音哦。那现在我们来邓紫猫的表演来了，邓紫猫来唱什么歌呢？邓紫猫要唱，邓紫猫唱《If I Were a Boy》，OK？ 你不懂这首歌很难唱，所以你需要那种高音的啦，又不会很，又不会好像走音这样哦，这种。走音也是很特色的，你知道吗？有时候不一定要高音，那很好听。我这种很特色的人就是唱歌不一样 ，OK。在邓紫猫唱歌之前呢，我们都要先做个动作，就是喊邓紫猫加油呀，邓紫猫这样子 ，OK， 一定要讲邓紫猫最棒 ，OK。超爱那首，
你有病吗？喜欢 If I Were Boy， OK， 让我们来唱 If I Were Boy， Baby。邓紫，快点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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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才有在唱歌，快点喊，邓紫妈，加油啊！邓紫妈好棒，好美，女神啊！这样子，啊、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嗯，这也不会唱，我要唱副歌就好了。要嗨的是副歌。If I were a boy， 有感觉吧 ？I think I could understand how it feels to love a girl。I say I'd be a better man。我是一个好男人的。I'll listen to her， cause I know。你们这些贱男人就是爱伤害女人。I'd have been on a credit, on your credit, and everything you had got destroyed. If I were a boy， 我就有笨笨都说了嘛，搞给搞给。Dating, I was sleeping alone. 谁说我一个人睡？很多人陪我睡的啦。I put myself first. 我要把这方第一，知道吗 ？As I go, cause I know that she.Got a bird, bird, you know, bird, bird. Ah! Love a girl. Better miss. Oh! To her. 你别听我讲，是不是？别听我讲，是不是？好厉害，很痛，你知道吗？哎呦！The one you wanted, cause you were taking her for granted. You lose the one you wanted, you've taken her for granted. You lose the one you wanted, you've taken her for granted. And everything you got destroyed. You know? 你知道吗？很痛哎！拍手尖叫，邓紫妈，我爱你，快点说。Cause I'm a boy only, so I got many bird, you know. 这样子才对 ，OK。好像有病哦。金友是嘻哈 ，Yeah， 嘻哈 man， Yeah， 嘻哈 ，Fuck， 没有讲错话了，不可以说粗话。我是很斯文的吗？真真真真
管他就走，让他却走，谁都无可奈何。多年以后，我灵魂失控，命运在降落，我被他拖着走，悄悄默默离开，沉入了危险边缘 ，baby。世界已狂风暴雨，爱情来得太快，就像龙卷风，但也风卷来不及逃。我不能再笑，我不能再笑，我不，我不，我不能。我像龙卷风，他说我已无处可躲，我不能再想，我不要再想，我不，我不，我不要再想你。你已经离开我，不能不想，不能不想，不能不想。又过了一个秋，不知不觉，我该好好说，静静悄悄，默默离开，真有了危险。枕边云 ，baby。我的世界已狂风暴雨，爱情来得太快，就像龙卷风，我不能再想，我不能再想，我不，我不，我不如我不，爱情来得太快，就像龙卷风，我已无处可躲，我不能再想，我不要再想，我不，我不，我不要再想你。邓紫吗？现在你要说我哪个？巴拉不知可知，不知可知，不知不知可知，不知可。我有这种天分啊，但是太多，一起嗨，一起嗨，我不懂唱什么鬼啊。 OK all 再快就下龙卷风，来不及逃，我不要再想，我不能再想，我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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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再想，我不要再想，我不，我不，我不要。欣赏这首歌哦，因为他很有艺术，我觉得这个人太有艺术，太有才了，我很爱他。黑有机人，我们来唱超级白。 OK， 这一首不是超级帅吗？对啊，这也是我的超级帅哥。对，我们下来唱 OK Super White 超级白，黑有机人的歌很好听哦。一二三，一起摇，很性感哦。呜呜，千万不要停下来。等一下，他音乐停，等一下不是我停。OK， 好，可以开始了，超级白。一二三，很好听的一首歌，你们一定要归唱。
为什么你会这么白？难道你每天喝牛奶？你那很白吗？白痴，不想干也很难。我要叫你超级白，为什么你会这么白？这么白，难道你每天喝牛奶？喝牛奶会白啊？叫人不想干也很难。我要叫你超级白，超级白白白白白白白，超级白，你超级白，我超级白，超级白白白白白白白，我要叫你超级白。为什么你会这么白？难道你每天喝牛奶？喝牛奶哟，叫人不想干也很难，真的很难。我要叫你超级白，超级白白白白白白白，超级白，你超级白，我超级白，超级白白白白白白白，是我就是这么白，超级白白白白白白白，超级白，你超级白，我超级白，超级白白白白白白白，你是我几百。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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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一起摇台客舞，一起唱，很好听哦。我很白，超级白，你是超级白，超级白白白白白白白，超级白，你超级白，我超级白，超级白，你是超级白。结束了，哦，好累好累好累，哇塞，对啊，我很有性格。James 说不要就不要，对 ，James 说对，我支持你 ，James。孟宏主播，今天我微信到现在还没回复。嗯，好啦，早一天我再回复你好了，因为最近我的 iPad 办公室门又不能好像不能插电钮，因为有电钮坏了坏了坏了。主播好酷，对，就是要酷，我可以做人。你们不懂的啦，我是很酷。哎呦，主播屌哦，当然我是周杰伦，这个屌哦，就是周杰伦的名言，这个屌。泼辣之间无言，对啊，他需要无言啊，谁叫讲我，我就是这样，我行我素啊，怎么样怎么样，你滚啊，你看不出你滚啊，你滚，我有个性怎么样。主播走火了，泼辣我要去安倍投诉你才可以，投诉啊，我怕你吗？我这个叫有人气，你不要抵不过我有人气就投诉我，投诉我才去。我是很酷的 OK。This girl is on fire, you know lah, I am from fire. 我是一个招会的人。OK OK OK, 甩葱歌吗？啊哒哒哩哒哩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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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很白痴的，你知道唱这首歌吗？等一下，等一下。感觉你爱玩的程度已经到了幼稚的感觉。什么？什么叫我爱玩到幼稚？什么意思？OK， 没关系啊。
没关系，你吃泥土好了。你不要叫我跟你去槟城度假怎么样？你不要去槟城度假啊！你不要去啊！你不要跟我去啊！你不要跟我去拍照啊！怎么样？滚啊！我就是有个性。难道跟我在一起那么久了，4年了，你都不懂那么帅气吗？啊，4年耶，你都不懂那么帅气吗？啊？波拉好可怜，啊，找死啊！啊，最帅最酷，也是这样的人才。对，我就喜欢这种人才，我是人才。波拉也太迟钝了吧？波拉一定是她男友。这不叫个性，叫讨厌。没关系啊，可以过拿。所以说波拉是主播男友吗？看不出吗？拜托。cling cling cling 什么东西？啪啪。等一下。我的房间就是主宰这样的性格，如果你不喜欢可以滚。因为呢，其实呢，我觉得呢，我的帅气你们是抵挡不了的。如果你觉得我真的很糟糕，你可以滚，没关系。难怪他们敢骂，骂老师 F 一家的，泼辣的女友那么泼辣，主播才有性格的，这么有态度那么恶劣的 DJ， 泼辣位听清楚了，我只是对你恶劣，听清楚了，哼！你看我对门通 J 头他们这样子吗？没有。你后面有人？屁啦，就是后面有人，我一个人而已 ，OK。主播上次深情告白 ，Pola 有听到吗？他就是没有听到啊，他就说他已经关掉啦。唉，你看这种男朋友，让人这么，你看他不要看自己女朋友主播，他讲他卡，什么意思嘛？对不对 ？Pola 只对你 Pola 要珍惜，主播也要你也对我这样。谁对你这样？拜托，阿彻，你想太多了。泼辣闪人了，没有啦，哈哈哈，笑死我，这个主播屌。对啊，我就是够屌，够泼辣，什么都敢说啊，怎么样？这叫个性？难道黄明志骂出口，你说他没有个性吗？记得男人说他没有礼貌，对，他是没有礼貌，他骂出口，可是他有个性，他有才华，你无可否认，拜托。阿彻，我哪有对你那么恶劣，我对你很好，好不好？就爱猫咪这个个性，赞啦，你够啦 baby。 对啊，我够啦。Nface 你说了，有多少个人能到像这么嗨，能像我这么厉害，这么敢说话。阿彻你要珍惜。Pico Roll， 拜拜，好了，晚安晚安，差不多我要下线了。主播的个性很爽朗，对啊。说真的是真的没有，没有什么。问候你安静。你是哪一个？还是陈汉典？我是两个的合体，还有白云。快点下线，关你屁事，我还想想。对啊，我是很帅气，很多主播不敢做事情我都敢做，哈哈。泼辣个性就是要快点写个屌编，不行，我不参入这种政治的问题，我是只高贵猫，是与世无争的，我是不理这种政治问题的。白云主播你还蛮像的，你的狗也好酷。不要这样啦，不够我摔就要批评我，算了呗。真的敢吗？挖鼻屎给我看看。这个是没有仪态的事情，我是不做的，我是高贵猫，高贵猫 you know。 主播还像林雪，林雪是哪位？兔就是个性耶、yeah， 这说的对耶、yeah， 兔你不跟你这样讲话，我们是文明的人类，绝对不骂出绝对骂人不到脏字哦，我们不可以，我们要做文明的人类 ，OK？ 猫有指甲怎么可以挖？
主播 special 的你有用，嘴里唱这超级版有高贵到吗？怎么样，你是不爽什么？不爽什么？你说啊，你说啊，你说啊，你说你不爽什么？哼，没关系，半清高在那边，我每天看着你的样子，难道你不知？难道你觉得我不长什么人类吗？哈，黄家威，哈，帕拉威你怎么样？哈，是艺术。对了，我很赞同这一说的，是艺术。你不要再踩我了，帕拉威，告诉你。主播猫鼻孔鼻膜爆掉，小心等一下真的吃猫粮。吃就吃啊，我怕谁怕谁？我家多的就是猫跟狗，怎么样？我刚刚睡觉也可以哦。我的猫跟狗就是最可爱的，我吃猫粮没关系。kick 人，对不起，朋友，我不 kick 人的哦，哈哈。喜欢看我的人自然会进来，不喜欢看我的人自然滚蛋，拜拜。Allen 牛牛直播几岁啊？敏感话题不回答。等下去吃泼辣，没关系啊，吃掉它不好吃。你敢吃猫粮给我看吗？哎呀，你知道我是猫，我有病哦，我是人类，是人类。对，主播28岁。主播态度可以好一点点吗？暴露了17岁，对，主播13岁，什么意思？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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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最后一首谁说要的？甩葱歌对不对？初音，拜托，我的个性就是很有很高 EQ， OK， 我从不会骂那些批评我的人，拜托。主播就是那么拽，你不爽就快滚蛋滚蛋，主播就是那么拽，你快滚蛋，不要进我房间，懂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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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骂人不带脏字，骂人不带脏字，怎么样怎么样，我就是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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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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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滚八扯，好啊。阿婆拉威，我有个节奏不错。阿婆拉威，你不爽我就滚，你不爽我就滚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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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吃猫粮，你管我要吃泥土还是什么？不爽我就滚，不爽我就滚，不爽我就滚，不爽我就滚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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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是很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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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不爽就滚。我骂人不带脏字，怎么样？我是不是很厉害呢？哈哈哈！哎，我是 KKU， 你应该说一点挫折还是失败才会改。等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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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我没有说过挫折还是失败吗？拜托，啊，我17岁了，好不好？米拉，我好像没失败过什么事情啊，也不算什么大风大浪。主播眼睛好美，对，对了，说得好，请停止旁边 ，Be yourself， yeah， 这一头，主人，难道连你能烦我吗？算了，下最后一首歌是什么？最后一首歌是谁点的？刚有人点什么？洋葱是不是？洋葱那个人还有在吗？还有没有在？点洋葱的
猫粉丝们还有没有在点洋葱的洋葱？Paula 跑了，他快跑来，我就要杀掉我了！竟然在大众骂他，他超爱面子的。哦，洋葱有在 ，OK， 洋葱我来了，洋葱。对，我会不自觉放电。洋葱吗？洋葱，洋葱，好了好了，洋葱，就是我不会唱了，不太会唱，我点给你听好了。什么？普拉，为什么你比较爱面子吧？你好美，对对，谢谢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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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美，我美，我美，我在自我催眠，吸引力法则哦，记得想自己美，想自己多多看一些美的东西，就变漂亮了，真的。主播男友表示穿长袖，哎呀，阿策你很烦呢。哎，阿策你很烦呢，干嘛一直说？好讨厌，好讨厌，好讨厌。洋葱来了。其实如果我因为一些话一些人的话哦，就改变我这样帅气的性格，就是太不值得了。你看我房间153个人 OK 啦，你讲一半的人不爽我，可是还是一般人爽我，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哈哈哈！对，就是这样子。那些好像不想我这种性格的人，你就可以去别的房间，那种比较闷的房间弄。你可以像比较闷啊、比较美、比较嗨的房间。我这个嗨的群组是给那种比较好像有一点，好像跟我一样性格一样这样嗨啊，这样子的人，懂吗？就像刚刚有批评我人，就是波拉威他这些人呐、啊，怎么样哦？你们波拉威这些人，就是你这个群组这么主张高傲、主张那种什么文化的人类呢？你们就去文化的房间吧，我这是不文化的房间哦。要记得，猫咪房间是没有正常的。你啊，开玩笑，我没有，我不知道谁房间闷了，我很少去你房间呢。谢谢傻逼总裁，这个房间是不文化的，对，就是不文化。那个什么说我要受挫折的人，你可以去先，你可以去别的地方，没关系。Yeah, this is party room. 我哪有批评你说自己文化？你说你高贵的，对啊，我高贵，我是高贵猫啊，怎么样？够拽啊！好啦，下次最后一首歌《洋葱》。我是 KKU， 不是骂你，而是态度好一点就好了。其实我没有态度不好，我一直来都没在骂人，好不好？我是在扮拽 ，OK？ 我不是真的那么拽，这是我的特色。难道一个房间没有自己的特色，没有自己拽的态度，没有一种态度让人觉得你很特别？所以记得你，拜托，你有多少个主播可以笑这样子讲话的？你告诉我啊！你告诉我，你告诉我啊！其实不是我真正是这么讨人厌的态度，是我跟你们玩玩的，明白吗？我印象中妈妈是很有文化，对。感觉猫咪是很文静的，可是一说话，对，对啊，就只有我一个人这么嗨呀，你说呢？对不对？滚和白痴比脏话还更恶哈，好奇怪 ，Why so serious？ 对啊 ，Why so serious？就好像黄明师说，你说啊你说啊你讲啊你讲啊，那种粗鲁的语气难道就在那骂你吗？其实白痴咧，这样子是跟我在跟我的粉丝玩，对啊，猫咪是没吃药的，怎么样？这是一种让你感觉到亲近的感觉。如果你是那种很成熟不能玩得起的人，那就不要进房间啊，对不对？对，粉丝都懂耶、yeah。下我们来尝一尝洋葱。好的，波拉威，哼，你是我第一个踢的人，拜拜，不要进我房间了，等一下按错了。波拉威，踢你，踢你，我踢你，踢走，拜拜。其实猫猫的粉丝看得出，他还是原来的他，有时候是只是工作学，对啊，我是为了节目效果，拜托。
你是在模仿人的性格，不如做自己。KKU， 算了，我不想跟你解释了，真的好累哦。今天啊，到几点？到我想睡觉，到我想吃东西的时候啊。Kiss 你姑姑，好好笑哦！你们不要把名字改掉了，好不好？可以踢的吗？我已经踢啦，破啦位我踢啦。十二点了哟，对啊，唱唱这首歌《洋葱》。洋葱哦 ，Kiss this 姑姑，你很坏。等一下，洋葱还没有缓冲好，很慢。猫咪真的踢破了 game， 当然我踢它，管它，反正。主播，我今天是吐血严重无言，就跟姑姑一样 get 不到我们来，什么东西我听不懂，你说什么？好坏蛋，管他的。一二三。面啊、什么森里晚安，拜拜，记得盖好被被 ，OK， 现在也是夜了。猫咪性格真的 special 到对。诶，怎么不是高的？消失空气。诶，不觉得那种我是歌手他们的表情都那种观众表情都很假的吗？都是很陶醉的，还是有些会哭的，很奇怪。笑得多合群，盘底的洋葱像我，就像是调味品，在看着你，偷偷的隐藏着自己。如果你愿意一层一层一层的剥开我的心，你会发现，你会压抑，你是我最压抑最深处的秘密。如果你愿意一层一层一层地剥开我的心，你会鼻酸，你会流泪，只要你能听到我，看到我的全心全意。萌红加油，考试一定要加油啊！他们观众流泪有钱拿，是哦。的他们，爱你的空气。破辣子走了，他真的不要出口了耶！ Yeah， 我已经把他踢出去了。我就像一颗洋葱，永远是配角戏。望等于你，有一秒专属的剧情，一层一层。想的拨开我的心，你会流泪，你会压抑，你是我最压抑最深处的秘密。如果你愿意一层一层一层的拨开我的心，到最后我还是要抛一下子。你会流泪，听到我，看到我的全心全意。哦哦，好啦，是时候下线了，12:13了，唱完洋葱了，拜拜，我的朋友们，你们记得要睡觉，呵呵，早点睡觉啦，然后不要熬夜，嗯。
来一个 pose 吗？要 screenshot。你们都记得盖好被被，因为最近天气真的很冷，然后晚上好像特别冷吧，然后下午特别热，就是有一点太过偏激的天气了。所以呢，你们记得一定要盖好被被，然后晚安 ，Chloe， 晚安，我没有无视你。惨了，我好像真的要吃猫粮了，跑了，我好像真的不要理我了，怕生气了，死定了，死定了。没关系啦，我就是拽嘛，晚安。对啊 ，Jace， 我很专一。对了，我们进入你 F 十的那个什么？哪懂？好，拜拜，耶、yeah ！晚安，晚安。我们下个礼拜二跟四好像没有见面，我好像要就是跟 Paula 威下个礼拜去旅游，可是看到这个样子也不想跟我去了吧。晚安，晚安，再电你们多一次。我的眼线，我的眼线。晚安，大家，拜拜。好啦，再见，拜拜。不回了，不回了。再见，再见，再见。哇，惨了，我真的要吃猫砂了。